第38集，毒蝎魔杖。来呀，来抓我呀！好你个哪吒，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！去找你，你竟然主动上门来送死了！废话少说，招打！啊，你们两个一起来真是太好了！奴家，你干嘛打我？我打的就是你，你总碍我的事。好吧，那让我们较量一番吧，来看你服不服！哼！Thank you.
神，您睡着了，您的读心魔杖掉地上了，还给您。啊，我睡着了。我大白天的也睡起觉来了。是啊，您和千年前的确是不太一样了。哎，岁月不饶人呐。外边的情况怎么样？哪吒已经被赶跑了吧？我就是来告诉您，哪吒已经打败了魅怪王冠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我不是早就说过吗？魑魅魍魉已经不中用了，现在哪吒的体力已经完全恢复了。哼，没想到这个小小的哪吒竟然这么厉害。两怪呢？他在哪儿呢？难道两怪也打不过这个毛孩子吗？依我看，您得亲自出马。怎么？难道让我去跟哪吒一个十来岁的小毛孩斗吗？可是不这样就阻止不了哪吒，一场灾难就要降临了，从今后昆仑山将永无宁日。不见了吧，两怪是我最得意的，哪吒过不了他这一关。天了，那你应该感到庆幸，我让你多活了半天。嗯，什么找死来了？你在哪儿呢，哪吒？哪吒，哪吒！
的几个兄弟呀、啊？你怎么就……我与世无争，罢手千年了。哎，苍天，你不要逼我！不是苍天逼你，是哪吒逼你。这个小哪吒实在是欺人太甚。说的是啊，不能轻饶了他们。要不，公公大神把哪吒变成妖怪吧，不用您动手，由我代劳就行了。啊，不，我要让魑魅魍魉把他吃掉。魑魅魍魉不是已经死了吗？哼，他们没有死。大神，您被哪吒吓糊涂了，他们都已经没了。哼，你说我怕了吗？我是谁？我是阎王。我是大神共工。过来。你不是一直想用毒邪魔杖吗？啊，我交给你。这是真的？是的。您放心，我一定不会出差错。来吧，我把魔杖的秘诀交给你。那盘古石，我一定能够。我老了，盘古石对我没什么用了。只是哪吒那小子太嚣张，我要给他点厉害瞧瞧。拿去吧。我不会让您失望。毒邪魔杖是世间至恶之物，你一定要小心使用，用好立即还给我。赶快去吧。去报告大王。你的嘴太多了。你听，是神奇的笑声。我们又见面了。时机，只要盘古石没回到原处，我就会追你到海角天边。我交出盘古石，你就不跟我作对了？只要你交出盘古石，而且保证不再干坏事，过去的事就一笔勾销。真的？哼，我一向说话算数。好，你跟我来。你就知道了。认识这个东西吗？少废话，快交出盘古石。想要交出盘古石没那么容易。小心。哎呦，你没事吧，哪吒？他手里的东西好厉害啊。是在做梦吧？我是在做梦。赤鼻娘娘来救我们来了！我老了。今天他拿着毒邪魔杖。毒邪魔杖！赤鼻娘娘，救你们一帮没脑子的废物！公公真是太高看你们了。救我们吧！毒邪魔杖在我手里，我说了算。说了算，您是我们的主人。那个毒邪魔杖看起来很厉害。那还用说？时机，你拿着共工的魔杖在这儿招摇，你以为我会害怕吗？怕不怕？一会儿就明白了。快救救我们吧！那好吧，我先救谁呢？娘娘，救我！救我吧！
全去死吧！就是毒蝎魔杖的威力，我现在把他们的力量全集中在我身上了。你背叛了帮助你的共工。背叛？你听好了，世上没有朋友，只有利益。你胡说，我和哪吒就是朋友。朋友？你们现在算朋友，将来你们两个也会彼此争斗的。他在瞎说什么呀？多嘴的小东西。哎，小熊熊，哎呀，小熊熊，你这大魔头，吃鸡，你死到临头了！就凭你们两个，是不是太嫩了点啊？毒蝎魔杖，来吧！快去杀了他们！